娘亲你别担心，小爷一向说话算话，从来不骗楠楠。他说以后每年月夕都会陪我们一起过，所以他一定会好起来的。外公会治好他的病的。爹，怎么样了？叶秀都不会死的。不可能，大哥不会抛下我们的。谁告诉你们叶秀都死了？啊，那爹的意思是没事了？当然没事了。爹的医术你还信不过吗？吓死我了，还好我师父吉人自有天相。不是，韩大叔，既然都没事了，您刚才摇头叹气干嘛呀？我这不是叹气，是长出一口气。当年夜王是因我轻信司徒宇，才被段玉红害死的。七年了，七年来我寝食难安，羞愧不已。法师要研制出医治段玉红的解药，翻阅神农医典下册后，我终于如愿以偿，救的还是夜王的长子，我外孙的爹。你说我能不感慨良多吗？缘起缘落，世间万物果然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啊。韩伯父，我们现在可以去探望大哥了吧？他眼下虚弱，最好不要太多人进去。可是那我和楠楠先去。小伙子，叶修毒，对不起，让你和楠楠担心了。以后不许再骗我。我保证，这是最后一次，绝不食言。楠楠全都知道。楠楠，你不是带了礼物来吗？小叶，你之前没画完的那幅画有毒，被娘亲烧了，所以我又画了一幅一模一样的，送给你和娘亲当做成婚礼物。是不是该改口了？爹，爹，没关系，这事儿不急，反正我们一家人啊，以后有的是时间。哎，爹。你刚才说什么？爹爹没听清，再说一遍。爹爹，我好想你啊。
父王当年未能跟叶王堂堂正正一战，一直耿耿于怀。今日我必将竭尽全力。玉阳君，你可千万别让本世子失望。正合我意。那边让我们战个痛快。有什么好喝的？给我尝尝。你不是不喝酒？那凯又跟谁喝了？我俩怎么又在一起？做什么呀？哎，小草，你琢磨什么呢？嘘，我在想，主人大婚的时候，我应该准备宫廷御膳呢，还是满汉全席呢？叶修独和叶浩然俩小子，要是知道咱们的回朝队伍这么受人追捧，定会后悔。叶浩然还明明夸口说要给我一个万众瞩目、惊天动地的求婚，现在竟敢丢下我一个人乱跑。事出有因，他们不是要提前回京，向君上禀报司徒宇的事吗？还有七年前四国大赛的真实情况，君上知道之后定会给爹官复原职。雪儿，爹年纪大了，对官场的功名利禄早已看淡，还是好好陪外孙享受天伦之乐吧。你们俩还真相信他们俩的鬼话呀？向君上禀报还差这一时半会儿吗？定是图谋不轨。圣旨到，玉清洛金琉璃接旨，奉天承运，君上诏曰：因玉清洛金琉璃擅自脱离四国大赛，叛逃惊雷国，证据确凿。君上明察，此事事出有因。我急什么？咋就还没念完呢？君上念在玉清洛、金琉璃两人最终弃暗投明，戴罪立功，重回我封仓国队伍，祝封仓国将士勇夺桂冠，特赐玉清洛、金琉璃嫁与玉阳君叶尚书为妻，明日即刻成婚，钦此。臣接旨。臣接旨。恭喜鬼医，恭喜玉阳君。不许动手啊。琉璃，怎么样，这个求婚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烦人。